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庚丁。庚丁上个礼拜这边的时候就突破200天均线，它曾经在这边回撤，然后又弹上去，就是说回撤是有效的。更早之前它也是突破了这个 POC， 也就是说现在它是处于很稳定的一个状态，这个筹码这边有了，200天均线有了，这些筹码主力线黑线跟这个紫线也是有了，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蓝线还在上面呀。这个蓝线也是对应这个套牢盘，这个是之前云顶被一些消息炒上去的时候啊，很多分析员又叫人，又很多分析员又叫我们买的时候啊，那些相信分析员的朋友呢就被套了呀，这个就是这样子，很现实的呀。好了，分析员又没有，现在分析员又不用负责任啊，你们买你们被套不管他的事。好了，他现在开始的时候又讲，哎，又来了又来了呀。OK， 无论如何他的主力线是在这了。这个是4.9块左右，这边有个小小的筹码峰，对应这个这条线呀，啊，这边4.90，现在是4.74，有机会上到4.90吗？我觉得机会肯定是有了呀。如果它有机会突破4.90，也就是两根青色的蜡烛，一根比一根高，这个是一个买入讯号。如果它又被挡回来，挡回来，然后看一下这次有没有机会买在这个 POC， 也就是4.50到4.60啊。如果有机会回到这个价位的话，任何的止跌回升，弹上去的时候有一个青色蜡烛，站上去这个 POC。这个也是一个买入讯号呀。跌破哦，跌破可能就要考，如果是跌破的话可能就要考虑把它卖出去，但是我不认为它会跌破这个筹码峰呀，也就是大概是 4.50 到 4.60， 我不认为它会跌破呀。如果有机会，真的是有机会回到这个价位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趁低买入。所以现在支撑4.50 4.60，主力线是4.90，更高这边的是大概是5.20呀，就是这样子吧。OK，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，就帮我去 share， 帮我去 like。 你的钱你自己做主，谢谢大家。